Christy， 我覺得咧最近咧我手臂咧多咗好多巴巴肉啊！哦，係咁嘅，其實咧唔一定係肥胖個女士咧先至會有巴巴肉噶，咁因為我哋平時咧都好少鍛鍊咧手部嘅肌肉啦，咁再加上隨住年紀咧，咁其實肌肉都會鬆弛嘅，咁只要我哋做翻相關嘅訓練咧，咁就可以減少呢個巴巴肉噶啦。啊，咁好啦 ，Christy， 不如即刻教我哋做一啲收手臂嘅動作啊！好啊，冇問題，我哋而家就去試啊！ 首先第一个动作咧，我哋可以先瞓平喺床凳或者喺地下上面啦，然之后咧双手拎住哑铃向上举直，然后用力将上臂固定喺而家呢个位置，前臂咧就可以向自己屈曲成90度，咁就可以锻炼我哋上臂嘅肌肉。咁第二个动作咧，我哋就会用到呢个 gym room 里面嘅拉力器，二头弯举，咁佢可以锻炼出我哋手臂嘅线条啦。咁系双手拎住佢嘅拉力器。 然之后由下而上向上举，同一时间咧，双手会慢慢向外张开。最后一个动作啦，我哋可以一只手扶喺凳或者台上面，另一只手咧拎住哑铃，然后咧上半身向前倾，两只脚合实，微微屈曲。同样，我哋上臂就固定喺而家呢个位置，用力控制前臂前后摆动。呢个动作咧都系会做12次嘅。咁大家勤力每一日做齐呢3个动作咧，就可以紧致我哋嘅手部肌肉线条，同巴巴肉 say goodbye 啦。